来，你讲一下我们现在到达哪里了？这个叫高原港口，潮州话叫港吹。港吹。对，马来话叫啊，苏艾乌当。苏艾乌当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看他们渔夫要去喂鱼的情况。它叫虎戳啦，潮州话。啊，虎戳啊，就是那种小小只的鱼呀、啊。就是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拿这个鱼去喂那个养的鱼咯，这样子。啊，他就是来这边摘一整箱一整箱的鱼去喂。对对对。真的、哦、就到那个味道了，那种臭腥味的味道，很重哦。又大又。嗯。啊，就是这些。这个就是虎戳啊。来，我们介绍一下，这个是老板的儿子吧？对。什么名字啊？阿航，主要是做虎戳啊，这挺好的。啊，就是提供虎戳嘛，对对对，因为给鱼吃哦，给海鱼吃哦。那其他海鲜呢？没有啊？没有，海鲜是我们这边的、啊，我们这边都是做虎戳。好虎戳，因为他每天都会抓到这样抓这种虎戳啊。没有讲每天，看天气啊。有时候也是会外面打来的嘛，是啊。我们这边都是外面来的。啊，都是外面来的。外面在跟人家收啊，在哪过来的？鱼打港口嘛。对对对对，鱼打港口。但是这里为什么抓不到虎戳？没有啊，少了，它是没有这样多的量。你看我们这都是，我的船都是小两的，他们那边都是大两船的。哦，所以它一捞就捞很多。那是怎样算呢？称重。讲讲，就是它的虎戳卖给人家就是算几捞这样的，对对。用几捞算了。一桶几几捞几几捞这样。那你这样，你说先做好，等一下一下子就收工了，还是你早上做到晚？5点就放工，五点多。五点，那几点开始？哎，买。有人来吗？早上5点哦。啊，早上5点。早上5点到7、8点就放工了。早上5点到7、8点，然后又在休息，然后到这边中午又再来。12点多1点又在开始，在4、5点又在放工。哦，那每天马上很早。来，加毒啊！加毒啊！现在我要上船了，小心啊你啊！啊 ！OK， 可以。这边还好哎。对。两个一进来就躲在这边里面。等一下就知道什么叫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高一只，哎呦！啊，还滑了呗？其实这只蛮大只的耶，太高也不是，大只啊！风景比较漂亮哎，太阳下来，上啊中间，你不敢上下？要下船了了。啊。可以。哦。看哪里放？很多鱼哎。银仓啊。等一等，再去看。欢迎来到什么？鱼排。这个跟港口的鱼排，正，看一下。哎，看一堆耶。哦。不用啊，我往出开是挡进不出开。打打进哦。挡进不出开，是它有火的无火的。哦。安尼看个水质较好啦，包包包包，你这海你敢无听见？
所以他们把这个虎草鱼料刚上来的鱼排了，现在准备喂这些鱼，很多啊，差不多有1000 kg 应该是。我没这么多啦。他说的。在钓鱼啊。那全部就是这样子的板。对，那现在我们就在站在海中央，咸鱼的味道。哈哈，虎槽吗？虎槽吗？他们等下就是要用这个来喂鱼了。对了，就是。啊，你看这只条很大条哎，什么鱼来的？哦，好大。这是鳜鱼啊。这个没给孵完，昂孵了。这个昂孵啊，对。昂孵。哦。我一堆狗和猫在缠着中线。啊，很可爱啊。猫要吃鱼，来，咬我的狗，那给你，现在我要来这边钓鱼了，哪里？他走去哪里？不能够，好，那我是要蹲在那边。方向盘啊，还有中间，好，拍一下，拍着拍着。现在我要放下去这个洞里面的，这个是往外面的那个海来的，所以它不是属于养殖业的鱼来的，所以我就要放下去。不要放错了哦，看一下可以钓到什么啊？可以啊，另一个就放这边。这样美的风景，竟然有一个人哭在那边。什么是哭？什么是哭啊？哭就是哭了，哭就是哭。哎，没有鱼了。OK， 过了一个小时，过了一个小时过，我们看他这样子啊，这样子。OK， 请问怎样啊？还是他的鱼料已经被吃掉了？可能要拿起来看一下。是哦。其实他太差了，你看我很幸运，我一边有钱。他那边就在喂鱼，我这边就在钓鱼。不然你偷偷放地下养鱼啊？不然你拿起来看，他有吃掉吗？先。没有啦，还有在哦。OK。看这种是，傍晚时分，现在大概是6点多的时间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太阳西下的时候呢，就有好多好多的这个。海鸟在飞哦，所以你看，有时候住在繁华的城市，偶尔来这样子休闲的一些地方的时候，当然这可以引诱它在自拍。它是非常心旷神怡的一个地方。好，不然我们看一下整个海鸟在飞翔的这个。带你们去看一下哦，看到吗？当你站在海的中央的时候，望一望，你看外面，哇，好多海鸟！这是大自然的美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
2个小时过了，太阳西下了。那我们看看刚才那个钓鱼的人钓到怎样哈、啊？来，我们看看一下，钓不到鱼嘞。但是他的鱼饵太大了，还是什么钓不到，没有鱼。结果2个小时过后还是一样，钓鱼很闷、啊。你新年没有东西吃啊？你就这样啊，舀一点海水回去。我要收大了，不要钓了。就拿这个鱼饵回去吃就好了。你看鱼饵还有在，这样大条的鱼饵。这总是要钓大鱼了。好啦，小鱼钓不到，下次再多一点的哈。拜拜。你看他垂头丧气这样，没办法。拍完了，他们也喂完鱼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回去啦。现在已经3个小时多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回家了。喂完鱼了，现在要回去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回去吃晚餐。哇，哦啊！生蚝来的，生蚝啊！啊？生蚝啊，不是那个贝壳、啊，还那种的，哎，海虾啦。哦，青蚝。这个是企业啦哟。哇，自己生啊。啊，这种是刚刚抓的青蚝。那我们放个桶在那边就有了。好了。